很多人都觉得白虎很强，前期花了很多资源培养他，其实他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异兽青龙，主动技能龙吟九霄，超强 AOE 技能对敌方全员造成300%攻击伤害，并附加青龙印记。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非常强烈的被动技能，觉醒之力和青龙之力。觉醒之力能让青龙提升60%攻击以及80%生命值，青龙之力在敌方携带印记的情况下可触发连击效果，还能和朱雀达成圣兽羁绊，提升双方50%攻击力。在圣兽羁绊的情况下，对面什么阵容都受不了。